这一段明显不是朱可桢的词，所以说呢，你是来带他这个了，你也带成功。1910年获得美国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我速度打开，我看一下，在跑什么 ？Lawrence 与王阳明的文字，君子之学，其有心于同意，唯求其事而已。朱可桢是上世纪中国著名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可是他的公众形象流于刻板。他一生所提倡的求是精神，也因为大量重复的机械式的词语使用，显得像是一句口号。在浙江大学校长、中科院院长这些角色背后的朱先生，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每天坚持记日记，保存至今的有38年。这些日记在他生前从不示人，几年前由家属捐献全文出版。我们在这里选读朱可桢日记中4年的片段，这4年都是国事家事的转折时刻，压力之下的选择常常能呈现一个人的真实性情。1936年，日本军国主义力量入主政府，中日外交阴云密布，战事一触即发。朱可桢在此刻受邀接掌浙江大学。他于1910年考取庚款留学美国，1918年于哈佛大学获气象学博士。同年回国后，参与发起了中国科学社。1928年起，担任中央研究院下属气象研究所所长。蔡元培既是他的老乡，也是他的上司。1936年受邀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时，朱可桢46岁，婚姻幸福，育有3子2女。1936年2月9日，星期日，南京晴。今天看到大公报报道，财政部长孔祥熙告诫财雇人员不得操控公债，任意买卖。下午和侠魂一起见吴宝芝，才知道这全是鬼话。财部人员全能操控公债，因为操控公债的价格并非仅够千元万元所能上下，一定要数千百万。除了财政当局，谁又有这个能力？宝芝还说，财政部副部长徐堪本原是北京时代的一个财政部科长，国民政府成立后找关系到了银行界，为宋霭龄、孔祥熙做公债投机生意，因为消息灵通，所营俱万，为孔宋所信用，所以当了副部长并中央委员。最近他的一个女儿到美国留学，他给了一张60万元的支票。中国政治的黑暗到了这个地步，安得不亡故。1936年2月11日，星期二，南京晴。石英说，政府已下决心抵抗，现在政府已经在往成都运现银。6点回家，8点永尼来谈1小时，说陈布雷等准备提出让我做浙江大学校长。我说，在这样的时局，难保在3-4月内不发生战争，和现在的工作很难兼顾，所以我不愿做。朱可桢的人生志向是做一个科学家，当他被提名为浙大校长时，一开始并不想接受。他曾求教于自己的上司蔡元培，蔡先生建议他不要直接拒绝，以免伤了人情。1936年2月21日，星期五，南京雪。晨7点半起，9点半乘车到中山门外彝族学校对面孔祥熙家里见蒋先生，等了约1小时，蒋才来，说是在军校训话。再等约5分钟，和陈布雷一起见蒋。他的意思是让我答应就职，我回话说要考虑考虑，谈了约7-8分钟。1936年2月23日，星期日，上海，阴。12点到先师对面新雅酒店，何伯承请中饭。期间谈及非常时期办教育的目的、方法等等，
所以谈到中国民族是应该遵守古代和平主义的办法，还是应该积极主张保卫国土，倾全力以抵抗。除董任坚一人以外，大家都主张积极的抵抗。三点到愚园路884号蔡先生家里，我这几天各方探访，得知浙大从成天放掌校以后，党的人即挤入浙大。现任校长郭的失败，其实是党部的失败。所以此时我要是不为浙大考虑，只顾自己明哲保身，那浙大一定再次陷入党部之手，而党的被人操纵亦无疑义。由于外敌当前，蒋介石在30年代初开始推行党化管理，各个大学都有党部进驻。自民国以来，崇尚学术自由的大学纷纷开始反党化教育的学生运动。前有清华的三杆校长，此时浙大也处于同样的境遇。校长郭仁远以军事化方式管理学校，被学生和教授所不容。朱可桢在一则日记中说，办大学不能没有哲学中心思想，例如以和平为号召。郭的做法就违反了大学的精神。我以为大学军队化的办法在现实世界形势之下的确合乎潮流，但它的负面在于流入军国主义，事事只以实用为依归，不但与中国古代四海之内皆兄弟之精神不合，与英美各国大学中个人自由的精神也完全不同。目前办学之难即在此。1936年2月27日，星期四，南京，微雨。报上报道，日本少年派军人3000围攻各部院衙门及各部总长住宅，枪毙内阁总理冈田、财长高桥世青、内部大臣斋藤，其余阁臣也很多受伤，可说是空前大变。冈田、斋藤都是海军出身，高桥陆军出身，对国家都曾立书勋。现在少年派军人杀之如鸡时，其强蛮无礼当为世人所寒心。日本元老如果没有毅力阻止狂澜，一定会泛滥于东南亚且殃及中国。但是我国如能抵抗这些虎狼暴徒，则必能博得全世界的同情。1936年4月2日，星期四，南京，晨雾，300公尺外不见人物。看《宇宙风》第14期叶梦人所写《孤妄言之谬种流传论》，说中国自晋以后屡次被夷狄侵犯，中国人里不逃不降的已经被杀光了。那些幸存的传宗接代的，都是愿意投降并且善于逃跑的，所以我们的祖宗10有8九都是降民，真是谬论。1936年是民国黄金十年的末期，战争乌云迫近。在大危险降临前的这一年，时局里人们讨论着是战还是降，仿佛都还是别人的事情。朱可桢在此时无法察觉命运放置于前方的陷阱和大考验。日记中时有他和妻子霞魂带着孩子们出门踏青游览的快乐记录。这一年是他生命中最后的美满平静时光。1936年5月，他于杭州出任浙大校长，同时还在南京兼任过去的工作，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1936年5月18日，星期一，杭州，行宣誓典礼，所宣誓言为：我敬宣誓，我恪遵总理遗嘱，服从党意，奉行法令，忠心及努力于本职，我绝不枉费一钱，妄用一人，并绝不营私舞弊及收受贿赂，如违背誓言，愿受最严之处罚。此事。朱可桢掌校后1年0.3个月，战争爆发，
浙大在日军进攻上海后一个月开始迁校，最初是迁入杭州附近的天目山，随着战事吃紧，又迁往浙江建德，继而迁往江西吉安、江西太和。在太和，竺可桢经历了致命打击。1938年7月25日，星期一，由衡阳回太和，晴。7:15到吉安，8:20到上田村，下车即与宁冰坐。梅儿说妈妈病好点，我问恒怎样，说恒没的了。我闻信之下，几乎不能辨别是真是梦。1938年7月28日，星期四，太和，晴。早晨霞脉搏不降，下午有增，我心为之大喜。上午将霞床移入梅迪生卧室，霞喜欢这里光亮又通风，我心也为之大慰。1938年8月1日，星期一，太和，陈宇。太湖失守，霞血压骤降。1938年8月2日，星期二，太和，金日雨。宿松失守，霞病更严重，终日昏迷，热度不退，几于绝望。1938年8月3日，星期三，太和，陈79度。霞于上午11:24去世，悲哉。1938年8月4日，星期四，太和，今日晴，无风。湖北黄梅失守，霞于今日下午3:01入殓，殓柩入棺，三个孩子都哭，绕棺一周后盖棺，而从此霞与世隔绝了，呜呼痛哉。1938年8月14日，星期日，太和，晴。下午6:00闻雷声，发东北风，但未雨。对于国事，我万分悲观。1938年10月21日，星期五，宜山，广州失守。1938年10月25日，星期二，宜山，武汉失落。仅仅一年之隔，已是物是人非，国土近半沦丧，家中两人离世。此时的浙大在战火的步步紧逼中搬迁了三次，暂时落脚在广西的宜山。这里是蛮烟瘴雨之乡，师生们栖身在城外的旧标营，不仅生活艰苦，还几次遭受敌机轰炸。竺可桢此时常读王阳明的书，作为江浙文人的楷模，这位明代大儒也是终身坎坷。1938年10月30日，星期日，宜山，陈潭，下午起东北风。昨晚阅阳明先生全集，阳明先生讲知行合一，为发动除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刻倒，需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事我立言宗旨，何等简易！蓬生麻中，不服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1938年11月1日，星期二，宜山，陈英。日中晴，晨6:00起，9:00至标营，召集学生在餐厅谈话，到的学生大约200人。我讲阳明知行合一与良知之说，阳明先生发明知行合一之说是在正德初年，当时他被贬谪龙场，在动心忍性之余顿悟。
1938年11月19日，星期六，移山晴，决定校训为“求是”二字。求是来源于王阳明的文字，君子之学，其有心于同意，唯求其事而已。1939年2月，朱可桢在题为《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演讲中再次阐释，何谓求是？英文 Faith of Truth。所谓求是，不仅限为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1940年，浙大在四迁之后，终于结束了历时2年多的文军长征，安定于贵州的遵义和湄潭。最上边是图书室，我们的后面是医务室、办公室，这里呢是朱校长的居住室。啊，这里是世界顶尖学术部卿啊，周厚富。这边呢就是李政道、陈开甲博士。那里是浙大的许多教授，后来都认为自己一生科研工作的黄金时代是在贵州湄潭。虽然当时物质条件极差，可是学术民主气氛极其浓厚。教授学生们常常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变得面红耳赤。浙大的这种气氛和朱可桢信奉并遵行的大学精神一脉相承。他以一个科学家的心态对人对事，据说物理天才树新北多次当面顶撞他，他还是一如既往爱惜这个人才。在他因为坏脾气几次动手打人时，极力保全他的教授职位，说我们用人是用他的学问，又不是用他的脾气。这正如朱可桢在就任声明中所言，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是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培养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他是英国皇家学院院士，1944年带着夫人来到湄潭进行学术交流。到这儿以后呢，他感到非常的震惊，他万万没有想到在这边远山区里有这么一所惊人的学校。他被浙大师生在这简陋的条件下那种浓厚的学术风气以及诸多的论文深深地吸引了他。原定计划是3天，到这儿待了一个星期还舍不得走。回去以后呢，在英国《自然》周刊发表文章中这样写道：遵义至东75公里的湄潭，可以找到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大学之一。在那里，不仅有世界第一流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朱可桢教授，有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教授，还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能物理学家卢和福、王干昌教授。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希望，并称之为东方剑桥。西迁时期的浙大师生，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有50多人。抗战胜利后，浙大回迁杭州，朱可桢在1946年底代表中国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成立大会，随后在欧美驻国做学术考察，招揽教学人才，以为从此可以回归科学救国的理想。不料次年6月归国后，内战即全面爆发。学校在政治势力的左冲右突中，不再有战时努力求学以求救国的单纯热情。这一年，学校和前线一样，国人为了意见不同自相残杀。崇尚自由主义的朱可桢，被夹于极右的政府和极左的学生之间，左右为难。10月26日，星期日，杭州，雨。今晨2点，农院学生于子三、厉伯景及农经毕业生陈建新、黄世明等4人为警察所捕。我打电话给义成，义成说此事可以询问警察沈父。不久，他打回电话，
说因为是思想问题，可到省党部询问林书义书记长。我们于是到盛唐路有偿别墅问林书义，这时他还在睡觉，据说他不知情，于是又到竹明涛司令家，他一推不知。我请他电话沈局长，才明确确实被捕了，共产党嫌疑。竺可桢代表校方，希望于子三等四人可以被引渡至法院，用司法程序来处理，但警方用各种借口推脱。10月29日，竺可桢通过连日与各方关系交涉，终于等来明日即可送法院的承诺，结果当天传来于子三自尽的消息。10月29日，星期三，杭州陈宇。我问于子三何时自枪，据说在下午6:20，5:30于家庸还在问话，问完交给他白纸3张，让他写浙大自治会与学联的关系，不料回房后即以5寸尖玻璃破喉管自尽。我问玻璃从哪儿来的，则没人能回答。于子三并无遗嘱，我等遂至自枪处，在保安司令部后面平房，警察颇森严，须经木门数道，至一小房间，内置2木板床。于子三睡在右床上，两眼张开，左边席上有甚多血迹，喉上正中一孔有1公分大。又回到司令办公室，于家庸首席检察官让我签字证明于子三以玻璃自杀，我不同意。11月5日，星期三，南京日中晴。大公报、申报、中央日报记者都来见我。当申报记者问我于子三是否自杀，我说他作为一个学生，是一个好学生，此事将成为千古奇冤。同一天的日记中，竺可桢再次提到王阳明。王阳明被贬为龙场驿臣，从杭州向舟山出发，被风吹到福建，在舟中作诗，显疑原部至胸中，何意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3万里，月明飞兮下天空。这是何等沉毅的大勇。1949年，内战越演越烈，物价飞涨。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抗战时期每天在流离颠沛之中，抗战胜利之后物质条件更坏，同事所得不服衣食住，在家学生政治兴趣浓厚，如此环境是非我这样的书傻子所可胜任，所以准备早辟险路。他还在另一则日记中提到，自己已下决心不离开中国。至4月底，局势更乱，竺可桢离开杭州隐居上海，自此离开执掌13年的浙江大学。5月21日，星期六，上海，晨阴，日中晴，晚微雨。今晚炮战甚为剧烈，简直就像农历年夜的爆竹声。民航客机上海已停飞，早晨看报得知严惠庆、李思浩等人已经出来组织上海救护会、联合红十字会等机构，这是蒋已离沪的表示，因为此前他曾阻止这些机构的成立。看徐杰的小说《风萧萧》，我素来不看小说，在炮声中无心读书，所以翻阅之。5月22日，星期日，上海，陈宇，雷，上午阴，下午雨如梅天。西安国军撤离，早晨高昌庙起火，一直烧到制造局，从早晨直到下午2点。风萧萧第471页，地震在宇宙中也许是小事，在人类是一件大事。我们走路不知踏死了多少蚂蚁，但我们从未注意，而在蚂蚁社会中也许是一件大事。
5月24日，星期二，上海，陈音，下午谈。晚上，市长陈良、警备司令陈大庆都弃职出走。我看报知道 Lawrence Oliver 主演的 Hamlet 在大光明首映，今天是最后一天，决定去看。Oliver 演技极其纯熟，而布景一家，但观众不多，座位十之八九都是空的。在此军事孔总时代，很少还有人有这样的雅兴啊。入夜，枪声炮声密集，几乎每分钟都有。上床后即入睡，3点曾醒一次。5月26日，星期四，上海，晨阴，日中阴，东南风，下午3点起微雨，子夜大雨。解放军由吴淞、江湾开入虹口，上海全部解放。5月27日，星期五，上海晨雨，下午大雨，有雷电。乘22路公共汽车到大世界，下车走到先施公司，沿途如霞飞、南京路、伏羲路，都是人山人海。像上元元旦假日的状态，不时有鼓吹宣传的汽车疾驶而过，在大兴公司有毛泽东、陈毅司令像高悬空际。同一天，共产党方面来人约谈竺可桢，询问他对新政府的意见。竺可桢说，民国16年国民党北伐，人民欢腾一如今日，但国民党不自振作，包庇贪污，赏罚不明，所以有今天之颠覆。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化。1949年建国后，竺可桢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55年当选为学部委员。1958年曾参加远征军抗日的长子竺京被定为右派。1961年病死于劳改农场。次年，竺可桢以72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后开始赋闲。1972年去世的前一年，竺可桢发表了他的最后一篇论文《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论文如此开头：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在自然的气候和政治的气候里，竺可桢走完了他的风云一生。